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香港歌手泳儿现年35岁，同时拥有靓丽外形、过人唱功，常在社交网站分享生活、工作点滴。她15日在 Instagram 上抛出一段影片，分享自己和化妆师在饭店亲眼见到的灵异事件。椅子竟在无人碰触的情况下转动，画面曝光随即令大片网友吓傻，惊呼实在是太恐怖了。泳儿15日在 Instagram 上发文，分享一段在饭店拍摄的影片，化妆师房间的那张椅子，画面中只见红色椅子原先呈现静止状态，没想到却在无人触碰的状态下，下秒竟自己转动了起来。这一幕让亲眼目睹的他吓傻，并强调椅子不是电动的，而且还向左转完向右转。不过有人透露，该名化妆师并没有要求更换房间，化妆师只是说不要再转了就停了。他坦言所有人都比对方还要担心，为此忍不住直呼勇敢。泳儿将该段灵异影片剖完后，随即也引来大片网友留言惊呼，太可怕了，你好大胆，居然还敢拍。不过也有粉丝提出建议，下次遇上不要理会直接离开，在网络上掀起一阵热烈讨论。